每年出去分的礼包20万包，今天才100包，我们分20万包。国庆日分3万包，母亲节分3万包，过年分3万包，就10万包。慈善事业，大爱同理，光明同行，共襄善举。上济慈善中心，上济的家，大家的家，和谐的家，欢迎回家。啊，谭哥身体健康，谢谢你。